假讲假做是罗瑞安去对付江斗神，我会准备精彩的大戏，一路特别看。你个笨蛋！我真正受苦衷的。魏彩彩，你用别人的性命去得到药，这就是真真正正的毒药。规日你甲珊珊害死啊！我嘛无在里面活咧这个世间，人咧拄我好搞我头死，啊！你就无人会当讲利用我，讲因为遐面好人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把你为我家头客走的股份提倒转来，我绝对袂让你有机会，伸手来阮爸的公司管东管西。你卖就是吼，你永远在报这个唔正经啦！我无让你跟他报一煞啦。家风假做是罗瑞安去对付江斗神，我详细计划才进行的，应着讲出来哦，不要大家对误会这么深。啊，副庙调动的代志，咱大家都当到想办法啦。咱就叫咱的右手，教我妈妈。一改心改药，我就看明仔你准备一出好戏，我再来决定。我要你把我的股份吐出来。总裁，瑞安叫珊珊，按我请你聊走。江斗神这老妖头的个性哦，我真清楚啦。伊表面上答应人的代志拢做甲到，其实拢有后步的啊。伊无遐尼简单就献出伊底牌。恁廖总讲，给我一部分的钱，就当甲我挂做心。伊的股份哪有啊？我也要跟阿你俩。无可能啊！我绝对要跟你离婚，我那股份就还袂给你。魏珊珊，珊珊，珊珊啊！瑞安真正真粗残，就让你把珊珊杀了去。你家己看，我把真正该有的拢摕来啊！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规日你把珊珊害死啊！我嘛无在里面活在这个世间，卡说这若真正是毒药，人咧拄我好搞我头死，啊！恁就无人会当讲利用我，讲因为遐面好人。阿妹，副秘啊，你真该有啊出来啊！副秘啊，你是在做啥啦？紧吐出来啦！紧吐出来啦！副秘啊！